今麦呢吼、哦，要讲啊，就是咧讲道家说福生于清俭，德生于悲退，道生于安静，命生于合唱。一个人的福气从廉洁、清廉、节俭而来的，清心如水，清水即心，微风无起，波澜不惊，浮躁之气源于心呐、啊。朴素的心就源在咱的心，沉在笔的啦。吼、哦，欲修其心，思养其性，良心以清气。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你要修心养性啦。吼、哦，嘛是着爱，吼、哦，不比物类啦，不思求人啦，精神安逸。你那精神安逸，不出于人为之富，不欲以人为之贵，清谦的人。上富贵啦，吼、哦，清甲俭的人上富贵。俭以饮食不上卑微啦，俭以交友瓜果食乐啦，唔免底下咧吼啊，为着要佚佗，佚佗甲疲劳，安尼佚佗甲天光，吼、哦，叫做瓜果食乐。俭以食欲，吼、哦，悠游自得，自然有福啦。咱要爱得到福，就是爱安尼。东汉这个名臣杨震呢，吼，杨震伊非常清廉，有人暗时呢要送伊金啊，这杨震就甲拒绝啦。啊，迄个人就讲啊，啊，我为后尾门啊入来呢，无人知啦。这杨震呢就正吼、哦、正面甲回答，伊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太公无人知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杨震的后代呢，树立了很好的家风。后来呢，吼、哦，伊的这个后生啦、孙啊啦。吼、哦，啊是囝仔孙啦，四代人拢做了皇帝老师呢，拢做皇帝老师呢，四代三公呢，迄福报是有偌大，你敢知？所以咱人讲福生于清俭，清廉搁俭，福生伫个清俭呐。吼、哦，那么德生于安静，老子讲的修静笃，意思来讲，使咱家己生活清净，坚守不变。这个笃就是极度。极点的意思，哦，啊，咱的智慧道德，伫对这个清净宁静的心，自然流露出来，哦，每一天咱无吵吵闹闹，每天哦没有心浮气躁，哦，啊，你若如果讲你逐天吵吵闹闹，逐天都心浮气躁，你才有可能开智慧，不可能开智慧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庄子吼，伫、哦、这个吼、哦，咱讲笑，咱讲下克木头。古代有一项，有一种啊，做在这个乐器啦，吼，哭哭哭哭，伊种那木鱼迄种，嘿啦，伊讲，吼，技艺已经进入了道的境界啊，喏，是安那讲，伊看到人呢，吼，我不惊叹，好像是鬼斧神工，太只咬，你那也刻这啦，也用这来刻，啊，你哭个足好听，吼，你哭个足好听，你哭哭哭哭足好听哦。好、哦，咱的琴啦、啊，吼，还是啥，拢总是古早人制作出来。咱的上金啦、啊，必须要有木鱼啦，吼、哦，必须要有一挂，吼、哦，哦，这些物件，啊，你配出来的音质才会水。所以咱讲吼，人的方法，吼、哦，无啥物特别啦，吼、哦，只是讲吼、哦，咱人爱有迄个栽的心，吼、哦，栽就是讲，咱讲食栽，食栽，若食唔栽，食久会倒头栽，就是安尼。食栽唔是干那个在管理这间村，管理这支嘴莫食粗的安尼尔。栽心上重要，因为你有栽，你才有法度栽心嘛，你才有法度静心。这个栽改以用，吼、哦，静用你的心思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庄子内底佫讲一个讲呆若木鸡的故事，训练这个稻鸡啊四十天啦，直到它对。别的斗鸡毫无反应，吼、哦，先来讲，这个木鸡呢，吼、哦，伊木鸡就是茶嘛，伊就用茶雕的木鸡啊，它是，吼、哦，伊用安尼，吼、哦，用安尼吼，迄只木的鸡呢，怎啊甲踩在遐，啊，即马去叫人训练斗鸡来，甲这只木的鸡呢，吼、哦，来玩鸡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意思就讲来比赛就对啦。啊，这只木的鸡吼，当啊徛伫迄个所在，目睭真痴用呢。所有的鸡啊，看到伊讲他遮定静呢，阮即阵来啊，要甲你修理啊，你睇下拢连叮当都无叮当呢，敢那看到呢，就闻风丧胆就走啊，你知无？结果真鸡去，有一只鸡惊到。
得生于谦卑啦吼，就又来对你讲谦德之病。啊，德的病就是讲咱咧举迄个吼，咱讲咱不管咱要举菜刀创啥，一定拢爱有迄个刀柄嘛，无刀柄迄个物件就无在用啊。所以讲谦就是德的诶迄个啥，咱讲迄个咱咧举的举的举迄个柄啦吼，谦卑礼让。哦，这个人呢，德性越高，心量就越大。谦卑就是万事万物，持怀有一颗敬畏的心。这个敬畏的心是源自于敬重的意思。好，总是爱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啦，无忧无愁。啊，做人爱平易近人，对人爱恭敬，无一点啊骄慢的心。这种人叫做至德之人。如果没有至高无上的品德，他做不出来。后来就是说这个人不张人短，不炫己长、哦、就成为一个修养高低的体现，随时给人一个台阶、哦、意思就是说、哦啊、这个人、哦、不去说别人的长短啦，也不去说自己很厉害啦、哦啊、如果遇到慢的，他也会给他台阶下、哦、随时保持谦虚的风范，必定啦拥有智慧的人必定是有很多朋友啦齁。所以人讲谦卑的人都是遵循一种以人为善的规则。齁、哦、向来啦不愿意跟狂妄的人齁、哦、人讲相为谋，也不愿意自取其辱的方式齁、哦、去跟人家还击。所以讲谦卑的人低调做事，善心常在啦齁、哦、人必能获得丰厚的回报，洞察人世，广泛去吸纳齁、哦、去剖析自己。齁、哦、直面人生必开启智慧啦齁、哦。所以说命命命命生于何昌。为什么命生于何昌齁、哦、咱常说鸟兄等来对有说人常和悦则心气充而五脏安，徐人所谓善良欢喜神啦齁、哦。所以说咱来爱去齁、哦、去采一种吼笑眯眯的一种心，一个人不能长寿，看他心态是否能够平和畅通。吼，咱常讲怀一颗平常心，对一切顺其自然，处之泰然。吼，这就是蕴含着咱人，咱人要能顺遂人生的特例嘛，要能蕴含养生的长寿奥秘，本来就伫遮尔。咱讲心态平和，意味着有好的人缘。哦、常和人沟通交流，有助于舒缓寂寞空虚，你就有好朋友。所以说吃饱的人类只知道欢喜而不知道忧愁，心常欢喜，五脏六腑安泰自得啊，不可能会生瘤啦、哦、所以说机会就少了。你心地和悦，没有心竞争别人，情绪不会大起大落。吃物件他也是这样清清菜菜哦，暗时咧困咧吼，啊，未够眠梦哦，这种的人免讲嘛会长寿，吼、哦，免讲嘛会长寿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讲百岁人瑞都是知道欢喜而不知道烦恼啦吼。哎、哦，我这个嘛爱来饿咧吼，爱来饿哦，只知道快乐不知道烦恼。